得今年在大林慈院场次受证的时候，上人轻轻一句叮咛我要精进哦，年轻人听进去了，我们都有把握能付出的每一个机会。施工上人，您的孩子一直都在，您的心永远不变。嘉义年轻人，志诚发愿，如素护身，我愿意弘法立身，本命必达，请上林放心，我们会对着施工师伯的脚步，步步踏实向前行，顾好嘉义这个家。邀请更多的少年人做会做主席，看到年轻人啊，我真欢喜。虽然我这回出门来，看到真多啊老菩萨，是初心啦，看到因真欢喜，心真感慨，因为呢。慈亲菩萨年龄呢已经大了，看到因年龄，我家己的年龄也是同款啊，真正是年老迈啦，心会烦恼，烦恼呢人生啦，生老病死。都亲像讲，逐天啦，透早日头浮，中午以后呢，就开始呢，日慢慢斜西去啦。那到个西边啦，那太阳都滴滴落啦，所以呢，日光、日暗、时间。过得真紧，所以人生啊，老来看到的晴空，哦，这时候很安慰啦。人本来就会老，身体那晴空呢是真有福啦。但是要求年纪老长寿啦。身体个健康实在是难能可贵，不过呢，上重要就是专立地位，主动度人。那阿要安怎度啦？现在呢，最会当接近社会、接近咱的佛法，那就是环保。环保菩萨，因走入环保场啦，去接触遐瓶瓶罐罐，即嘛人口侪啦，享受呢，也已经提升啦，真侪物件用一处都淡掉去，然后都爱耐心。用心、爱心，看看个精力啦，那这些物件，纸类、塑胶类，都搁该拆开分类，那也听到啊，扛到的土地，那阿姐个小弟就，那这环保菩萨啦，会当集合，真呢。一个地方换过一个地方，到家讲哦，会当永远，予咱用偌久就偌久，唔免租金，这吼是感动人啊，是行动典范呐。安尼呢，来传，这叫做菩萨，菩萨度化人间呐、啊。那用环保呢？看看老菩萨，伊嘛感觉讲啊，这我也要做啦。我来环保站，我真欢喜啦。
大家人讲好话啦，那好我会当，逐天都真满足啦，心啊、脑啊、手啊，一直伫咧叮当。松英，我等下互松英看欢喜啊，结果我看松英啊，我是足欢喜的，欢喜坐倒袂晓我要讲啥物。松英，我要告告松英哦，咱这修吼，这修菩萨啊，愈做愈欢喜吼，啊，即摆佫补出三个菩萨出来哦，啊，这三个菩萨哦，拢足精进的哦。而且愈补愈大修啊！吼，上瘾！我要跟你讲，欢喜呀，不过上瘾。看大家人欢喜呀，想到阿通伯啊，阿通姆妈，特别啦。过去我那来去个多难啦，都会看到阿通姆妈讲个，和大家人满场笑嗨嗨。过后呢，阿通伯啊，那是啊，足乐观的啦。过来，阿通伯、阿通姆的查某囝，也嘛是阿尼啊，总是呢，一代传一代啦，真快乐。各位菩萨，敢唔都是拢阿尼呢？所以时间不断地咧过啦。从山顶落来，从海边，或者是乡下来啦，都、就是欢喜啦，汇合在一起吼。那这回师父来到这，大家人来和师父看，来讲话和师父听。师父呢，唔免甲一站一站去，我都真清楚啦。这么真多，以善以爱，环保就是咱的保，发光发亮。人虽然是真渺小，发大心，立大愿，发心光啦，那就安尼亮晶晶。所以讲吼，宇宙无限量的国界，每一个人。心存三千大千世界，咱呢只要智慧开化啦，佛陀呢在迄个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，灵鹫山真正的实体无大，无咱这个空间的大，但是呢，佛陀的精神啦，伊的法啦，深无底啦。那管呐，那无界限呐，《法华经》内底就是求啊，求要会当到达我的心愿，依佛菩萨同等的境界。但是呢，伊一定要行一条真长的路，这条路。不是一站，就亲像你要去花莲，除了伫这个所在坐车往北，车到台北，还是爱搁再换车，才会当到花莲。除非啦，就是专车，可以包专车啦，直头到花莲。也那无专车啦，总是呢，到多位都爱搬车，同款的道理啦。我就是专车，做少年看到佛法欢喜啦，出家啦达成心愿。出家了后呢，我无要独善其身，我要阁兼利他人，所以安尼呢是专车。这台车我家己坐，阁会当予真侪人来坐，我到大家人啊拢总到，
这叫做大乘。咱所坐这台车是大台啦，个稳啦，人个再坐啦，会当当坐呢，甲目的地，这叫做大乘佛法。所以各位菩萨，咱对佛陀的精神理念，咱绕着全球啦，说菩萨法，带领人人呐、啊、走入环保，净化人心呐、啊，也是呢净化人间，这功德无量。所以大家人把握这个机会，将师父的手呢传给恁的法吼，好好爱用哦，爱分享，这个是文化传法吼，这在当。代代相传。